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和请我喝杯咖啡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今天我们会一起诵读绝句这一首仲裁，准备好没？我们现在开始啦。绝句，作者杜甫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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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小朋友真的做得非常之好啊，等 Casper 妈妈给个手指公你先。 Very good，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